那不行了。 这个蛮难的。 那是堆盘嘛，它堆盘的啊，哎呀呢，现在这么摇龙梅龙呢，还挺热闹，还挺热闹，谁拍个宝贝龙呢？真的，这大宝贝。 那现在人们呢，在那古地方拿刀，在这可能也不够养。那这些地方呢，就是再到现代了了，碰到古建筑些了，当年我给，那个对面本身地了，嗯，到老早大家都不要不去读书，人家都是把那个做什么，结果，那不都一农场呢，对。 还有几家呢？人家有么呢？那嘛，八个好么呢？搞啥个孬了？八个孬了，现在全都没了，现在全没了。不弄没，那个啥，江南的，从他往哪了？现在就要了，路桥都找你寻找，有么东西啊？天上我给你找着，那，嗯，往山上去，走山，再跟我们呢。 这就进攻了，上房了嘛，上房拆家，或者上房拆了，你都没弄，马上就进了地了，嘛，都公路装了装好，压速开，加速收摩，就出来了，你装完地了，就到了不得了，就做好了么？绕人呢，就叫做好了么？绕上绕人了，就叫做完了，那叫完了，就都加上了。 哎呀，都正常了，今天跟你来，也是现在也不别忙了，是吧？对呀，开到那家里面，俺就学生了嘛。有些。路，我们下子来，问题一，二零一零年问题能够一了，而且个下那头一亩大树，嗯，我们太难过，加油土，你看那咱们下一下子，没有个电影，也不有，有都个地里到处，都花花长城到处，都忙到处。 菜都能绕，还有时候有加个地基路在去呀，来，哎，过山路没事了，咱们上菜也弄不到了，上都弄了，我说啥啊？长菜，但是那就弄不了了，叫么捏了，么叫菜，你们夹着呢？哈哈，到时间才用哈。哈哈，呀。啊，菜要都有点，都找你寻找是呢，就打了，那过一下绕，就叫都让它寻不着，把它晒了呀，用人家老头的菜干了那些。
去几年挣彩票，呼呼，将来要接下来啊！有领导了嘛？我离用先到呢，我走。嗯，对。小姑娘染上弄的工程了呢，弄了。看到娘到了，娘到了啊！这小姑娘就上了，把阳光一打进来，就在这趴了，看到了没？弄个了，肉蛋肉的了呢，哦，看看，在那要哭东西放这了，啊，别哭了，要哭东西，让那阿下来给倒屋，给南路啊，咋做啊？那个电梯都是陪着放这，在这就电梯那就让他跑就被烧了。这大行情啊，等到要哭的感觉，感觉呢？在这边因为容易到个南路人，这么去冲人家给了，这个爸爸冲，出来就要给人家去找找车行情啊，这个代表是容易讲，要车去接了，就去找人家是嘛？要那个下乡的都上楼了。那我们搞家搞吃，我们家呢？家这只猫，我这不怎么了。那你注意点，要不然你这只被顶靠了，这只被顶到顶上了。抓贼啊！你快开去进来，人呢？你呢？人家没叫姐姐，你去弄他们了呢？人家弄好的，人家没叫姐是吗？你没啥子啊？可能只要还是小时候没，路没走下，没觉得没咋的没，电脑没搞搞这其他问题，这怎么能安到领导呢？怎么对股问题没有股呢？我叫金木他是阿兰呀，还没对了顶头贼。我不我搬到三个袋，你看这些住民一百人，那三个人这样没有给了，那三个人呢？嗯，另外这个都人家有多干，多干啊。这路费呢要套安个股。苦难路路弄美了，认真看到那，那山啊，那个那个，那个那个，牙齿牙，爸爸长得白呢。要种的都给，要种被熬入口弄美呢。嗯，离了，啥大油了？嗯，他不长了。大话听的。哎，好了，干木干木多，古根草叫那木了。古根草叫那木了。古根草叫干木干。我们这边是好玩的，嗯。现在说娘的给山呢，娘跟着给山人家在摆着不提呢，嗯。娘的给山不如海山，我这路上三年地都有路中更高地呢，当是融湖人他，见地蒙着，让着山上的人呢。但伢子给晒了，伢子给给到那个江门那了，那那么多后山，那也好几路，那那么多种着啊，住在山上了呢，叫种农了呢，嗯，农村太了，我记上，也长干了嘛，种着，
那那样 那种的脑呢